你有觉得山上的女生比较漂亮吗？有欸，山下没有女生啊。位于新竹的清华大学以及校门离主科系分散四处，想到文组就得是要爬上山头，因此清大生口中的山上山下其实就是文理组的术语。今天我们前进清大来看看同学眼中的山上山下有什么不同呢？应该比我大一进来的时候好了。哦，我长到腿很长的。如果单就外表的话，你觉得清大这几年颜值，女生颜值有逐步提升吗？你遇到一个低点。我觉得我是最高点的。你有觉得山上的女生比较漂亮吗？有欸，有。经济系我觉得普遍素质算比较高。山下没有女生啊。经济人社中文，底下有人觉得是女生颜值算？我觉得不好说啊。想象有吗？一点点吧。一心啊，只为你痴，要分开。跟山上比起来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觉得我们比较朴实无华，山上的大家他们都很会打扮。可是你刚不是说你颜值？颜值？对啊。好，你最美。文组的话，像人生月的女生，每一个都感觉是会抱一本诗经走在路上的感觉，那种气质感，走过去。理组的女生比较多一点，外在会给人有一种哦，这个人感觉很厉害，数学真的很好。山上的女生比较会打扮，对，然后山下的女生。加入南大的那个学校风景变得更美观吗？哦，有哦，女生素质提升蛮多的。南大校区的女生比本部还要漂亮。哦，我真的觉得还好，因为我上学期点了一堆南大的课。不是，因为妹子。有特别因为女生去南大修课吗？没有，没有，从来没有想去过。有，后面应该是比较会花时间化妆。语文学院的，对，就会对他们就会比较，就比较好奇一点。人设啊，是真的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。主要是看个人嘛，像是有些人也会去修别的系的课，如果他们自己本系的课比较轻松的话。人设吧。就是。这时候笑就对了。中文吧。觉得中文只能当什么作家之类的。对啊，不然就是中文老师之类的，资工电机吧，就一般都是这样认为。经济系比就是真的相对比较不吃香，在找工作的时候，经济学的东西虽然广，但是就是没有很深。经济系或者走一些 MBA 的企业管理，他们才有这个能力。电机系出来的，你不一定会管理。山上跟山下中间夹的某个院建筑里面，那个感觉那阴气有点对啊，有点重的地方啊。说什么就是原本那个不是拿来盖给，就是那个盖来原本不是拿来当教室用的。就说那个格局是用那种什么坟墓的格局盖的，它那个设计很像什么古代陵寝的。旁边有一个游乐器材，半夜都会发出声。人设院的瓷砖贴不上去。你要搞清楚你人生的志向，就是虽然说，的确有人会说，哦，可能读理组或工学院可能出来比较准，可也不一定。如果你硬着不适合你，那我不觉得你的人生有快乐，或是你未来会发展。好，大家对今天我们的访问有没有更加了解清大了呢？清大的正妹也不少呢。科技上面其实很多人对人设未来他们出路是什么，其实不太那么清楚。也希望未来可以找到更多人设的同学，分享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的出路，让我们可以更加知道人设院到底在做什么。下次见。宁愿被隔离，还是希望在毕业前一定要交到一个工作？是指武汉肺炎的那种隔离吗？被隔离好像比较好一点。能有也是好事，毕竟大家以后可以在这个领域上互相督促。要穿女友啊？那个衣外套的要。廖承泽要。森林女。好，森林女就可以了，森林女。我帮你找好了。